我去拿水喝，你要不要？哎，你等一下，我先问你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如果说我跟我闺蜜灵魂互换的话，你会怎么样？哪个闺蜜啊？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啊，灵魂互换我会怎么样？你上面太漂亮了，什么东西什么？哎，你等一下。等级反转。你是不是看上你哪个闺蜜男朋友了？像极了第一次直播的你。欢迎宝宝来到莎莎的直播间。加血，你给我开大呀！我加了呀。加血，哎呦，不玩了，这么菜，每次都这样。游戏你至于吗？你别那么生气嘛，大不了你打我两下出出气嘛。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这么可爱，我怎么可能会舍得打你啊？你刚才的样子那么凶，可看不出来是。委屈啦，那要不然你打我两下，我让你打两下，你出出气好吧？哎，不，当我看别人撒狗粮时，二，这个车哪里都好，就是这地方没挡把。我开车的时候还是喜欢把手放在这个挡把上。你这个不就是吗？这个没感觉，你们女生不开车不会打。应该还可以。我多想再见你了。抖音，姑娘，这次叫你出来呢，我就直接开门见山了。这里有100万，请你离开儿子。爸，你别说话。我跟你解释过很多次了，我跟他的感情不是你想的这样，这么多年了。我的意思是说每张卡里都有100万，但是吧，我觉得爱一个人就应该要学会放弃。我接受。哎呦我的妈，等一下，你接受什么堆啊？我没说要给你，我只是让你看一下我们家是什么条件，你根本配不起。叔叔，你知道酸奶在哪里吗？不要叫我叔叔，叫我小哥哥，知道吗？哦，你看你妈都笑了。抖音，疼吗？他们说有胡子的女生都会疼。哎，怎么可能会疼呢？我又没有胡子，你居然真是。那这是什么？然后对了，你看一下我的那个手链漂亮吗？不好看，挺难看的。我突然发现我的后背好痒啊！你帮我挠挠吧。谢谢了。其实我觉得吧，怎么了？你呼吸声太大了。